是这里生意真的很难做，人潮不够了。可是饮料店生意就很好了。不是不方便批评、哦、但是听此一说过，就是有卖饮料的人自己卖到觉得不敢卖，因为加一种东西生意很好，觉得那个东西不要加生意很不好，所以只好再加，所以赚到钱之后、嗯、觉得良心不安就收掉生意，这是真的有人分享过的一件事、哦、真的、哦、懂了吗？那我们每天喝怎么办？会上瘾吼、哦、对，不喝不行耶，真的不喝很难过、啊、谢谢再讲，就是不喝饮料很难过啊。来，你们家里面都是有饮料啊，但是你 不去喝那个，你一定要去买他们家。对对 对, 对啊，我讲这个故事不是故事 哦, 哦，是真的有人跟我这样讲过，所以我们家出去我都不随便买饮料喝。我知道了。嗯，喝茶类也不行。请问你喝了怎样？清茶。没有，你每天喝怎样？一定要喝，不喝不行。嘿，每天、啊、你呢？我有时候喝水。哎，没饮料我就喝水，我不喝不喝。听懂哈、哦？好啦不喝不行，好啦，这样说好了。